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村养花匠。秋季新手适合养什么花呢？我给大家推荐这几款，懒人也能养得很好，并且浇水过多过少它都不会死。第一个就是铜钱草，铜钱草也可以盆栽，也可以水盆，它管理比较粗放，一般的土壤它都能正常生长。它吸阴怕阳光，我们平常养殖的时候必须得放在这个有散射光的地方。这个施肥呢，我们每半个月给它施上一次含氮量高的这个复合肥就可以了，以保持这个叶面的浓绿光亮。如果是水盆的情况下，我们发现水浑浊了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换水。这个期间要不然的话，很容易引起这个根系腐烂。再一个是平常养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往瓶里给它滴入几滴这个营养液。我们再看下一个植物，这盆玉子呢是旱蚕草，它也可以水盆，我们这儿吧都叫它平安竹，它寓意着平平安安。养殖起来它和铜钱草差不多，它对水分没有多大的控制，平常我们保持这个盆土微潮湿，你浇水多点也对它没什么影响，但是盆土过干很容易引起叶片干瘪的现象。平安竹吸阴怕强光，平常我们养殖必须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。平安竹如果水盆的情况下，它和铜钱草差不多，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，我们去看下一个植物。还有一个就是龟背竹，它摆放在室内，叶形奇特，是一个典型的耐阴花卉。虽然龟背竹的根是肉质根，但是它对水分的要求没那么苛刻。栽植土壤呢，必须要求疏松透气，我们每半个月给它施上一次含氮量高的复合肥就可以了，以促使整株的健康生长。龟背竹我们最好是盆栽观赏，既观根又观叶，不提倡水盆，以防引起烂根。以上这几种花，最适合新手养殖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知道哪些花浇水过多过少都不会引起烂根死亡的现象，欢迎在视频下方补充说明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